谢谢、啊。恭喜恭喜啊、哦！谢谢。啊，今天你看阳光普照。就是啊。好皮啊！又选对了哦。你来帮他吃菜，是不是选对？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啊！恭喜恭喜！媒人婆，嘿嘿，恭喜恭喜啊！五福喜临门，哎，真是有福气耶！
整天都青嘛，所以应该猜得出来哦。大嘴巴还是樱桃小嘴？对啊，其实你不用怕，因为通常里面不会有。我们很实在，我们有啊，把它拿给直接拿出来。老板娘，浪费时间，左二这个吗？不是。今天拜别父母这样哈，好，让爸爸妈妈给你祝福一下，啊，顺便你们两个讲一下你们的感恩的话，先小朋友新郎新娘先讲他们谢谢爸爸妈妈的话。谢谢爸爸妈妈把你们照顾的那么好，而且非常善解人意。又交给你，好好照顾哦。我会分享。好。慢慢讲，慢慢讲，慢慢讲。来。等了32年左右，就是对啊。之前就是去澳洲几年，让你们都很孤单，然后结果我们没几年又要走了，对啊，然后对啊，新竹没有很远吧？要常常回来了，对啊，没问题的，多一个儿子，嗯，带新竹回来，啊，对啊，要幸福要快乐，就是这样，要健康，好。好，一鞠躬，再一鞠躬，三鞠躬。好，爸爸妈妈把它牵起来，哎，对，慢慢的。盖头纱。哎。爸爸要盖蓬纱。你们要爸爸妈妈一起盖还是爸爸？那如果要两个一起盖，就一人站左边。好了，那你们自然动作就好了。好，伸直一下哦，伸直头一点，对，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蛮在哪里的？好，你好。对的。嗯，跟爸爸抱一下，跟爸爸抱。可以了。自己抱一下。啊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每天抱啊。好，黄韵过来吧。好，那可以可以带回去，带回去啊。那你放后车看吧。那你跟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下先摸，对，你先摸，对，靠近一点，让他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让他靠近一点，对，好，平安安，好，谢谢，下，小心苹果掉下来，哎，对的，弟弟苹果拿好，好，弟弟看这边。小弟弟，看上面，可以了吧？我要算上前面。OK， 下，等一下啊。好，来，下面要先转，先面向我们的菩萨。哎，对，好，对。那我现在可以出来，等一下，不行吗？等一下，哎，不要脱鞋，现在不用脱鞋，先不好意思，好，回家。好，今天良辰吉日，黄韵和婷梅结成连理，我们向王家祖先行一鞠躬礼，一鞠躬，谢谢，保佑你们长长久久，幸福美满，来。好，二拜高堂，来鞠躬。好，
夫妻对拜，来两个，慢一点，动作慢一点，好，鞠躬，相亲相爱，好，送入洞房，洞房在今嘛，大家做一下自拍。青春的尽责哦，他们在一路上呢，为了同心人撒下了祝福的花瓣。弟弟看前面，弟弟，快点看给我家可爱的宝宝。老师，我们王丽在外貌协会培训时候的同学，而一婷呢是专科。阿妮是王丽的大学，给我们王爸爸、王兆明先生以及王妈妈、练友善女士热情的掌声。到了，现在要邀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新郎官进场。小时候呢，总是在身旁跟前跟后的小女儿，今天呢就要嫁做人妻了。也非常感谢，也非常也恭喜黄爸爸、黄妈妈，你们的掌上明珠今天也出阁喽。现在我要邀请现场的嘉宾一起来见证这一个重要的时刻。要先请我们的婷美跟妈妈一个温暖的拥抱。人家说母女连心，我相信这个拥抱对他们来说绝对是胜过千言万语。也请我婷美跟爸爸抱一下。谢谢爸爸这一副宽阔的肩膀，总是撑起一个家，撑起自己，也栽培自己。黄爸爸、黄妈妈，我邀请你们牵着宝贝女儿的手，还邀请我们的新郎官伸出你诚挚的手，让我们一起把宝贝女儿的手交到我们女婿的手上，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一个属于他们之间幸福的时刻。我相信呢，这交叠的双手，主要代表着无限的期待及期许。我想呢，黄爸爸、黄妈妈，你们放心，王丽呢一定会对我们的婷美非常好，非常疼爱她的。现在我要邀请我们的黄爸爸、黄妈妈向前一步，和我们的王丽交换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。我们请黄爸爸、黄妈妈往前一步。那是不是也请我们的王丽跟婷美向爸爸妈妈一鞠躬？这个鞠躬代表了无限的感谢。我相信呢，他们也绝对愿意乘着爸爸妈妈的脚步，幸福的完成他们的人生。现场的嘉宾，我们是不是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黄爸爸、黄妈妈入席？我们请黄爸爸、黄妈妈转身，谢谢。各位嘉宾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新科小夫妻，也就是我们的王氏夫妻，要来完成他们幸福的红毯，请。非常恭喜我们的王丽及婷美。现在请新人一起携手，倒下属于他们之间甜蜜的泉源。象征两人甜蜜的爱情，而层层堆叠的香槟塔闪闪发光。我相信呢，两人的未来也会像我们的香槟酒一样，细水长流，甜甜蜜蜜，直到永久。而今天新人呢，也将他的幸福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嘉宾。好，当三声熟悉，我们的捧花得主也就诞生了，是我们今天辛苦的伴娘一婷。也谢谢现场亲朋好友们的一个掌声哦。我们先请我们的婷美把捧花正式的交接给一婷，也请其他美女们先留步哦，被大家拉走。好，我们让婷美来发号一下誓言，一样帮我数三，我们再一起用力拉，一二三。哎，我们的捧花得主出现了。请红花得主到我们新人的中间，我们正式把这个花椰菜呢
交接给他，哎，也非常好，刚刚举起了他，对对对，那你们就是